Hello，那天有的指甲半夜自己就掉下来了，我的天呐，我是咬的多狠呢！榴莲肉还是挺多的。这个盒子拿出来放进去好几次了，我还不知道它好不好。还可以。为了今天能够吃它，我是昨天半夜给它从冷冻拿出来。这俩拿走了，画在里面拿不出来了。这个毛巾卷好重啊，我感觉我可能会吃不完，太多了。